降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感觉到它已经快要变直的时候，然后瞬间就收回，瞬间收回来，你看喽，收回来，这样出去收回来，来试试看，一二。快了，再说快一点。圆圆的那个，等下吃完晚餐再吃。我远一点，好，这个距离都 OK。快了，快。这样你更痛的。哪一边？靠哪一边？过来。好，一二三，一起拉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拍的吗？怎么会在拍？是谁？有人在拍吗？12 13 我不想踩到你。是谁？找东西，什么？要找啊！我不是休息而已吗？哎，要找啊！你找一下，你找一下。好，但是应该是哪个不一样？我有吗？还是我没有？你一定有，你一定有。GoPro都在拍，一定有。我不懂你们的规则。我不懂你们的规则。真是啊，真的有吗？确定有吗？床底下嘞。哦，找到了。好，你们真的是哦，玩很大，真的。不是都休息了吗？要保持找自己的，来 GoPro 给我们。这里是哪啊？找地方。找这个地方。不是说休息了吗？休息啦，可是你的行李不见了。我没有行李，没关系。哇，这个地方哦，给个提示吧。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我骗他，那边还有很长的。哎，那边还有很长的路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还在找？对啊。啊，像这边还有很多路是。没有路啊，就被拱了。舒华，哎，他们你们不同队的啊，你还相信他的话啊？有这个一段矮墙，石矮墙的地方，感觉不是长一样吗？你看一下，不是这个吗？我找到了。请说出 SH 出道成员名字。这是你要回答问题，答对才可以把行李领走。Ella，Selina，Hebe。好，答对，回去。Shuhua，我的天！你去哪里？来吧。会不会去个在睡觉？我们不能上去找他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让他要让他自己。打电话在这里打。不行，打电话都不行，不行。根本没有办法。我叫他一万步。有不啦？是谁？宪哥帅。不是吧？欢迎欢迎。怎么这样子嘞？欢迎。什么的成员？你抽到什么的成员？F 四。来，小二、小三。恭喜你看着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是公平，我也是公平。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。是不是这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有眼泪还不容易吗？他哭了。几个？自己的节目。周日8点档。周日。横赢两关，他们赢两关。